日前，內地傳媒展開了媒體眼中藝人好感度調查，並公布年度藝人紅黑榜，當中有九位藝人登上了黑榜。雖然榜單就未揭曉他們真正的身份，但是網民就由種種線索推斷出這九位最討厭藝人。不如我們一起來看看其中幾位。第一位，網劇小花趙露思。文中指這一位女星在2020年因為網劇轉紅，可愛的長相和性格圈了不少粉。網民根據線索推斷出，正是去年憑著劇集《全民中的陳芊芊》而爆紅的趙露思，她就被指出席活動遲到、採訪要人等了五個鐘等等。第二位，孔崩圖頂流黃一博或者超戰。文中指這位男星是近兩年的頂流，曾經在訪問的時候要求攝影師刪除照片，如果不刪不給走，估計是因為擔心醜圖流出。網民根據線索推斷是憑著劇集《陳情令》而人氣急升的黃一博或者超戰。第三位，金曲小天后鄧紫棋。文中指這一位女星的創作和唱功都令人服氣，去年有綜藝節目播出，網民根據線索推斷是獲得金曲獎評審團獎的鄧紫棋。她被指雖然在接受訪問期間不抗拒答感情問題，但是事後就大發雷霆，不讓記者提及任何感情事。